ChatGPT 的那个结果，然后我就是，当然第一个你要先 log in 嘛，你要先增加一个账号，还很简单，自己再弄一下，反正就登录一下嘛，哦，然后就问他几个问题，我问他今天天气好吗？他说抱歉，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，哦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能力观察。跟各位讲，因为他学习，他其实是建个模之后，他的训练时间哦。是在2021年以前，所以有一些资料如果是新的，它好像没有办法更新了。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更新的机制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只有旧的资料。哦，然后他说，如果写一个什么查询时间的 Excel VBA 程式，其实我很简单，我想要测试写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他能不能回答我？没想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Excel VBA 程式，有没有？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程式 sub 到 end sub 哈，把它复制起来，只要贴到那个 Excel 的 VBA 里面，再去 run 它，看起来应该是写的好像还有那么一回事啊，有没有？它就宣告一个变数，变数名称叫现在时间，它就取得一个变数时间，就是用 now 这个函数取得现在的时间。那它的格式哦，format 格式就是用这个。十分秒，有没有 AM、PM？然后把最后的时间呢停留在 selection，selection 就是你滑鼠游标停在的位置，它就会把那个你滑鼠游标停在的位置里面显示现在的时间了。诶，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。所以，而且它底下还跟你讲使用方法，打开 Excel 有没有？然后呢，Alt 加 F11。它会打开 VBA，然后你就是怎么样，在编辑器上开启 this workbook，反正它照它的方式啦。但其实我不会用这个，我用的方式跟它不太一样。之后我会教各位怎么做哈。那我后面就跟他讲说，哎，那你写一个，台湾查询台湾股市资料的 Excel VBA 吧。哇，他真的就很厉害，他从雅虎里面哈帮你查出来了，有没有？那其实我试了一下，输入台积电2330 Enter，发现结果呢怎么样呢？有 bug。好，OK，就我刚刚讲的啦。其实它这个程式写的是不错，但问题是最后有一些 bug，可能还是要找一下到底 bug 在哪里。OK，其实是已经很厉害了。你看，它马上帮你把这个查写出来。OK，哈。那其他的话，当然了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啦，你可以自己再问他一下啊，感觉还蛮，但你不要问感情啊，因为我发现那你问感情方面的事情就不是他的专长，你会发现他答的实在是很智障。OK，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哈，请各位就是有兴趣的同学哈，可以自己再玩玩看哈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最后的话呢，刚刚提到的有关就是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啦，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哦。那其实理论上哦，甚至如果将来你要用那个 ChatGPT 帮你写报告，我发现它是有这个能力的哦。但是它没有办法帮你写得很好，因为我试过，请你帮我写一个什么什么的报告，哎，它真的还写得有那么一回事哦。不过我可能会先知道说。哪些题目哦，到底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所以我印象哦，如果你写的跟 ChatGPT 一样的话，那表示你是从那边空，你至少要改，但你可以参考，可是你不要完全就拿它复制贴上，这样不 OK。因为现在很怕就是说有 AI 之后，很多人交报告就直接拿 ChatGPT 来写报告，这种可能性非常存在哦，存在哦 OK。所以要怎么样避免？这个也要想一下 OK。所以千万。可以参考，但是不要抄袭哦。而且我发现它有些东西还会出现说哦，请尊重智慧财产权，怎么之类的啦。OK，好，好，那期末的话大概会多增加一些程式部分，所以期中之前大概以函数为主，哦，然后跟一些聚集录制啦，简单的 VBA，然后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，我觉得这功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哦，如果 Excel 里面你不会用枢纽分析表、枢纽分析图的话，也不要说你会用 Excel，因为太好用了，简单的统计分析。哦，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，会员里面族群的分年龄的族群分布的话，
怎么办？以前要算人头有没有？现在不用了，所以那个分析表资料倒给他，他自动帮你把结果帮你把它做出来啊。理论上蛮简单，后面我会再提的啊。那期末的话呢，会多增加一些有关程式部分，像比如说爬那个什么气温啊、降雨量啦、啊、等等的。其实你们也可以在，我有问他说，你帮我写一个那个从中央气象局哈、哦、抓那个气温的一个爬虫程式，以色列的程式，他这也可以写得出来，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哈、哦。OK， 那这个是以前同学交的报告，包含就是说最后的表格、最后的图，好、哦、把它视觉化。比如说想要知道那个票房啦、啊，甚至同学对于那个物价指数哈、哦、有兴趣，通膨状况如何？那其实也会显示出来、哦、等等的，还有像油价啦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，画个图，马上资料就一目了然、哦、还有地震频率啦等等的，还有像捷运的载客量、哦、因为疫情关系，你看它整个就掉下来了、哦、那现在应该就又上升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学期、哦、我们大概的一个上课的内容方向。那下一次上课的话、哦、我们原则上就是开始来讲那个。就是一个范例题。这个范例题的话，就我刚刚提到的，打开那个第一个范例题哈、哦，那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哦。我把那个，这个，就是这个吧，哦，零一里面的零一啦，哈、哦，就是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这个。那这个范例里面的话，第一道题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。手机号码它的规则是093、假设啦 09， 这应该11嘛，所以你将来你就是人工的方式是这样，直接填在这0911嘛，一杠，然后084一杠007。但问题哈、哦，如果假设啦，像电信公这个应该是某电信公司的资料，那如果说你假设啦，要把这三个栏位的资料变成一个栏位里面完整的资料的话，那显然你不能用土法炼钢嘛。可是问题，如果你不用土法炼钢，而是要用函数来解决的话，那你应该用哪一些函数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？那这个函数必须要跟公式串在一起，也就是说哈，规则是这样啊，第一个哈要先加09，然后串接，所以你还会学会串接符号 and 符号，好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加一杠一个减号。然后呢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加上一个这个区码跟末码。可是区码跟末码有一个规则，就是一定要三码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它不足三码，你要补零。所以084的话要补一个零，007要补两个零。那如果三码就不补零。哦，所以哦，有几个需求，如何补零？那上面有一个提示了 ，REPT。加油！假设了哈，我指定你一定要用这两个函数帮我产生零的话，那怎么做？那 REPT 哈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就 repeat 的缩写 ，repeat 是什么？重复，重复什么呢？重复几个零的意思。重复几个零？那 LEN 的话呢，其实就是 length 的缩写，就是长度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你的区码跟末码里面有几个字。也就是说一定要三个字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，两个字，所以三减掉两个字，那得到就是补一个零。好，所以哦，你这个时候哦，你还要会用 REPT 跟 LEN 函数。那如果你不会没关系，你可以切到前面有一个 REPT 的一个练习页面。那比如说你要从这个地方有100颗星给一个星号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插入函数的地方哈、哦，用文字类的函数找到 REPT， 往 R 开头嘛哈，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，然后重复什么呢？重复这个星号，所以你把 test 文字重复的文字告诉他哦，重复星号。那重复几颗星，你不能说我直接点这个销售量，它会重复158，不对。必须要100哦，所以要每100笔，所以必须什么除以100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它得到 1.58， 那 1.58 它没有那个小数点，所以它得到一颗星，所以你按确定的话呢，那就一颗星出现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我想要向下填满的话，那你可能要怎么样？当然现在如果向下填满一定会出错了，
为什么？因为它跑掉嘛，所以啊，你必须怎么把这个公式的这个星号有没有？它向下填满的列号会加一，所以你必须把这个一的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，把它锁起来，不然向下填满它会自动加一。好，然后呢向下填满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哎，全部都让你做完，有没有？这边两颗星，这边四颗星，这边四颗星，哎，这样 OK 了。那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钱的符号。哦，那至于为什么啦，你们可能再观察一下，如果不加的话哈，因为它的规则向下填满都会自动加一，有没有？这个是 C1 下来变 C2 C3 C4， 有没有？那如果你要避免这一件事情发生，很简单，加个钱，有点像加个锁一样，锁起来，打个勾，向下填满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LEN 在这边 Left Right Tree、哦，那你可以什么自己练习看看，下一次我们再来看嘛，哦，如何利用函数聚集录制再到 VBA 解决这一道题目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哦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一次的话呢我们